今天我们买了一个试的一个烧烤微波炉烧烤神器，看见没？可以烤红薯、玉米、土豆、南瓜，直接微波炉烤，快速、稳定、好吃。我们来试一试。哎，先打湿它。打湿啊！打湿。拧干，增加了水分。红薯专门适合烤红薯的。刷一下。洗一洗，干净，处理好，放入袋中。我们来试试这个拼多多神器，这个大概，这个袋子大概好像20块钱还是十几块钱，还挺贵的这个袋子。还挺贵的。几分钟啊？小红薯微波高火4分钟，中号微波高火，8分钟，开始转到8。好了，等着。4分钟翻它翻一次袋子。那还不是4分钟？4分钟，我来叫。4分钟得了。倒计时。4分钟，我们来翻一次试一试。看看熟没熟？你看。开始了，弄了10分钟。妈妈，哎呀，好烫！哇，小心啊！那他可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该打开吃红烤红薯了。这真能熟啊！人都听见声音了。就转了8分钟，红薯就熟了。其实超过8分钟，9分钟，10分钟，对不上，太烫了。拿个熟了吗？垫一下。咱们待会儿来戳一下。哎呀，我说。切开吧。等一会儿看看熟没熟。我熟没熟？软了。哇，8分钟能把红薯烤熟，哇塞，太快了吧！嗯，那这个很厉害。我想只压一下。好，这个真要剥皮吗？真方便，这太方便了。甜吗？太方便了，比蒸的都快。脆脆的。脆啊，不是熟的，那还得蒸蒸。外面软了是吧？嗯。蒸的软了好吃。这里还羊肉串的呢。嗯，脆了。那羊肉串的呢？羊肉串。我是喜欢吃糯的。